好的，大波罗币，今天我们来讲《照明商店》的第二集。几个女生叽叽喳喳的站在胡同外，看样子是因为放学太晚。一个叫做贤珠的女生想抄近道回家，胡同就是通往她家的近道。其他几个女生都劝她换条路吧，因为这个胡同实在是太黑太可怕了。每天下了晚自习之后，自雄呢都要穿过一条漆黑的胡同回家。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太多，总之每当他穿过这条胡同的时候，自雄总是能感觉到胡同里边还有其他人的存在。黑漆漆的胡同像是能吞噬光线一样，志雄觉得自己甚至都看不到地面。说来也奇怪，难道没人住在胡同两边的房子里吗？为什么一点活人的气息都没有呢？如果闭着眼睛跑过去，一定会摔倒的，那就更吓人了。所以每当志雄要穿过这条胡同的时候，他都会唱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，伴着歌声一步步走进胡同。只要走进胡同的尽头就有光了，光是江东照明发出来的。志雄每天都唱着同一首歌穿过胡同，歌的长度恰好跟胡同一样长。突然有一天，一向漆黑的胡同里突然亮起了一盏灯，可能是有人搬进来住了吧。看见灯光，志雄的心里就有了底气，死气沉沉的胡同都因为这点光而变得没有那么吓人了。所以志雄这次不打算唱歌，直接走过去，这可是头一次。走到亮着灯的窗户前，他忍不住啊往里多看了两眼，心里呢有无数个问号，是谁住在这儿？为什么特意亮着这盏灯？这家人也觉得胡同太黑吗？志雄像是从来没见过灯泡一样被灯光给吸引住了，好像从没见过这种亮光。就在他如痴如醉地看着灯光时，突然灯灭了，唯一的光源一消失，这条胡同又变成了那个漆黑吓人的地方。突如其来的黑暗让志雄觉得毛骨悚然，志雄吓坏了，他开始尖叫着向前奔跑。啊！志雄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突然间如此的害怕，恐惧像毛毛虫一样粘在了他的皮肤上，怎么甩都甩不掉。回想起灯光消失那一刹那，他似乎在黑暗中看到了什么东西。第二天，志雄又站在那条胡同口，回想起昨晚的事情，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了呢？那个黑影可能是他看错了吧。不过昨天亮着灯的那家今天没有再亮了，整个胡同又回到了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状态。志雄心想，自己只要像从前一样唱着歌穿过胡同就行了。然而一首歌结束了，志雄却没有走出那条胡同。不是只差了一点，而是他还站在胡同的中间位置。就在志雄呆掉的同时，灯亮了，是昨天的那户人家，他家的灯又亮了。几个女生叽叽喳喳的站在胡同外，一个叫做贤珠的女生想抄近道回家，其他几个女生都劝她换条路，说这里有鬼出没，那个鬼整晚整晚的在这个胡同里唱歌，不知疲惫也不知厌倦。这首歌志雄唱了一遍又一遍，可是他依然看不到胡同的尽头。
善海是一个打工仔，作为社畜的他正为租房的事情而焦头烂额。这一天，中介带他去看了一个破破烂烂的房间。中介表示，就善海给出的那点预算，能找到这样的房子已经算撞大运了。善海这不太满意，这个房子的房间呢太多了，他一个人一室一厅就足够了。中介大概是不想再应付这个预算又少事情又多的主顾了，他不断的给善海强调，这个房间已经是性价比最高的了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第二了。一通忽悠之后，善海不情不愿地租下了这个房子。善海把行李都搬了进来，着手收拾房间，准备开始新的生活。就在善海洗洗涮涮的时候，他看到一扇锁起来的门。中介特意嘱咐过，房东不希望房客使用这间小屋子，也不希望房客打开这扇门。善海试着扭了扭门把手，发现门被锁死了。他心里有点不爽，但是这房子即使有千万个不好，他也只能选择暂时住在这里，毕竟房租便宜嘛。善海有整理癖，他必须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摆正，心里才会觉得舒服。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，正当他在刷马桶的时候，灯啪的一下灭了，也累了一天了，善海准备睡觉了，但是他却听到屋外好像有什么声音，好像有人在唱歌。可是善海忍不住怀疑，这一片这么破，真的会有其他人住在这里吗？来关注天气，本周末给北方制造雨雪大风的冷空气明天即将收场。作为一个合格的整理癖，哪怕是在上班前这种争分夺秒的时候，善海啊都必须把这个鞋子啊摆放整齐，把鞋头朝向同一个方向。为了方便，他特地呢让鞋子都面向大门。在此还要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，开车一定要保持车距，注意观察，安全驾驶。然而当他累了一天下班回到家，却发现自己的那双粉色球鞋不知道为什么调转了方向，并且只亮了不到一分钟的灯泡又坏了。即使是睡觉也睡不安宁，每天的同一时间屋子外头就会响起歌声，虽然呢只会持续一会儿，但是依然会吵到他入睡。第二天是周末，他好不容易睡了一个懒觉，当他打着哈气拉开卧室门的时候，好像看到了一直锁着的那扇门迅速的关上了。这下善海完全没有了困意，明明是锁着的门怎么能够打开呢？莫非是自己看错了，还是说因为房间空气流动的关系导致那扇门动了一下？怪事越来越多，比如说洗个澡的功夫，浴室门口的脚垫呢就会莫名其妙的歪了，善海以为是自己踢的，一边摆正脚垫一边说，整理癖这个毛病是该改改了。这天夜里，善海在家里看书，他突然反应过来，今天怎么异常的安静，今天竟然没人唱歌了。他正感叹着真棒的时候，灯泡突然应景的闪了闪又灭了，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突然断电了。为了省电费，善海把其他屋的灯都关掉了。在整个房间突然陷入黑暗的时候，从那间上锁的门房背后竟然亮起了灯光。难道那间屋子的灯一直都是开着的吗？不，不可能，之前夜里灯泡也坏过很多次，但是这个房间一直都没有亮过灯啊。这灯光异常的温暖明亮，善海被牢牢的吸引住了，他想知道这间房子里到底有什么秘密，为什么房东不让他用这个房间。他好像是被迷了心智一样，明明知道房门是锁着的，依然伸出手握住了门把，门锁竟然被打开了。难道是门锁坏了吗？这扇门应该是很久没有打开过来啊。伴随着嘎吱嘎吱的声音，善海推开了房门。然而这只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，一盏暖黄色的灯泡是房间里唯一的物品。善海想不通
为什么房东要把这间屋子给锁起来？为了避免这个灯泡也突然坏掉，上海呢要关掉这盏灯，反正屋子里也没有什么需要照亮的东西。灯灭了，整个屋子又回到了黑暗之中。之前只是注意着灯光，单海呢没去看窗户的外面，这下子看到外面有个黑色的影子，难道是喜欢偷窥别人家的变态吗？单海强忍着害怕向前走了两步，这下他看清了，屋外是一个背着书包的学生。志雄在窗子外面充满了恐惧地看着这个房间，从那之后，之前每晚都响起的歌声在屋外整宿整宿地飘荡着，歌声里还掺杂着哭泣，不断地重复着。单海不知道跟自己对视的学生究竟是谁，他为什么会在胡同里唱歌？为什么自从那天之后他就走不出这些胡同了？还有，为什么那个学生看着单海的时候满脸都是充满着惊恐的表情？灯光暗下去的瞬间，黑暗又一次像毛毛虫一样爬满了自雄的皮肤，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，因为他看到黑暗之中除了单海之外还有一个人，他就站在单海的背后。为什么志雄走不出这条胡同了呢？好了，大宝贝，照明商店第二集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。